我们要把好的放在后面，等下呢我们要找人家上来，因为其实从刚刚这个舞蹈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Mio的精神，就非常轻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设计了一些动作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大家对什么动作最有兴趣？这个哦，好，那我们请佑嘉教大家跳这个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请三位呢喜欢佑嘉的朋友，也喜欢Mio的朋友上来喽哈。来，这么想跳，要大声喊我爱Mio好不好？举手的时候哈，来，首先放下，然后继续会选到三。于北北，你要帮我看哦，选三位哦哈，你选啦，选啦。好，我选。好，准备喽，三。好，穿粉红色外套的，好，再来一次哦，准备好。哎，你们都没有喊我爱Mio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好，来，于北北，一二，先放下哦。谁我爱Mio喊的最大声？你没有喊啊！来，后面那个是跳戴眼镜的那一位，好，请来到舞台上，要记得要大声喊出我爱Mio哈！来，已经有两位了，要上到舞台来好不好？好，刚才我选的两位，请到舞台上来。好，再来，于贝贝要喊出什么？我爱呀！好，要再大声一点哦，请准备，三。歪，请到舞台上来。好，上台的这三位朋友啊，等一下除了可以跟你一起跳舞之外啊，还可以获得你签名的海报哦。好，哦，这个海报是目前在外面还没有的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要请三位 winner 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好，刚才你有说你最想学那个轻巧骑机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喜欢佑嘉了嘞，好，也很爱佑嘉了嘞。好，那我们呢，来。你想要学那个骑车的动作是不是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是佑嘉都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来，阿妮想要学什么？一样哎，都只要佑嘉都可以。这已经那个，整个有点失神了。倒立好了。好啊，好，来，你要学什么？这个哦，好，绕一圈放下来，那我们从他先开始好不好？那请现场朋友有空的话都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动作，有什么诀窍吗？那个好像是这样，盛峰老师在看哦。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什么什么也太难了，他有特别脚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先打开嘛，小学，然后手是这样的，有往前这样，然后脚要好，很难，对不对？你干嘛选一个那么难的动作？他做得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换你了，佑嘉刚刚已经示范了，请你们挪一个位置。好，一二三，你的脚都没有在动呢，哈，来，不过我们还是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其实很难耶，这个动作你练多久？大概练了一个月吧。知道吗？这个动作，这整首歌应该练了快一年。那你回来再跟我联络了吧。你好啦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位，你要教他什么动作呢？那你回来跟我联络好不好？就学一个那个。OK， 那一路顺风哦。OK， 好好好，拜拜。好，骑机车有没有很轻巧？骑机车，因为呢，我们非常的轻巧，可以让我们穿梭在城市里。